世界轰鱼最大的繁殖量可以说就是掌握在台湾的手中了，吸引了很多中国富豪到云林西螺来买鱼。这个被叫做是轰鱼大王的老板钟日胜，他更是靠着一条要价高达500万元的轰鱼，一年就让他赚进2000万。轰船般巡游着，散发出神秘光芒，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皇冠黑白轰鱼。除了长相特别，价格更是惊人，一条鱼要价高达500万元。更特别的是，轰鱼的繁殖量有70%都掌握在台湾手中，吸引了许多的中国富豪和日本德国的轰鱼迷来台买鱼。它的白点要大，它旁边有类似，旁边的有它的体盘边缘有白点，那就是很好的皇冠黑白，没有这种特征就是比较刺激。老板钟日胜卖的可是顶级轰鱼，原本只是卖菜为生，转行后摇身一变变成了轰鱼大王，靠着轰鱼一年就赚进了2000万元。轰鱼之所以珍贵，是因为不易繁殖，但这些顶级轰鱼生产量却是别人的4倍。要好的过滤系统才有好的水质，这样鱼养起来才会健康漂亮。钟老板强调，照顾轰鱼妥善的管理很重要，除了有监视系统，还有严谨的追踪记录，才能确保这些顶级轰鱼能继续拥有好的产值。